下一个。你肯定不是我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是趁着人家叫他也叫啊，但是没关系，台长帮你看啊，七几年下面的狗，七零年属狗的是吧？哇，你这个人很好哎，很忠哎，对人家很好哎，但是你不顺利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你感情运也不好哎，这种身上很多。没有办法，只能帮你们看这个灵性怎么样子啊？当中两个窟窿，下面当中一个窟窿，明白了吗？这个灵性还不厉害啊，在你身上啊？是金色的鞋子？什么？是金色的鞋子？金色的。你家族当中有没有人自杀的？或者车祸啊？突发事件死掉的有没有啊？痛得不得了是吧？瘦得皮包骨啊！看见了吗？是你的谁啊？叔叔，叔叔，叔叔小时候对你很好的，对，买糖糖给你吃的。好啦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今天一直发生那种意外车祸？哦，你呀、啊，一直啊，他在你身上，你怎么当然一天到晚发生意外车祸了？那鬼在你身上，你会不发生的？你跟他前世是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的？你跟他是父子关系啊？前世啊？但是之前我是念经念到这个但是一直还没有帮助。我觉得我讲一点给你听，好吧？很简单，你肚子很饿的时候，你说我天天不是在吃饭吗？你吃一碗的时候饱不饱啊？你两碗的时候饱不饱啊？你三碗的时候才饱啊？你现在刚刚吃了一口，你说为什么我吃的东西我肚子还不饱啊？还要我讲吗？这样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离苦得乐？离苦得乐要求也太高了一点。你先痛苦啊，你记住啊，你先把自己的毛病改好，明白吗？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呢？第一，你叫执着，听得懂执着吗？啊，什么事情不要去追求，你追得太厉害，你想做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，这是你的毛病，明白吗？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自己要念心经开智慧。第三，你的气量要大一点，你气量很大。好，当然了，我也不说你是坏人。只不过叫你气量大一点。第三，你自己呢，念经想念的有效果，要心诚。你心还不够诚，你一直在念经的时候就想，怎么还不灵啊？怎么还不灵啊？你说能灵吗？那是我之前你念经会比较多啊，是不是？念经会哭。说明你在进步，念经的时候是跟菩萨接气的，菩萨是大慈大悲的，你念了经之后你能掉眼泪，你能哭，说明你就是有慈悲心了，说明你有进步了，你能哭得出来，说明你有慈悲心，听得懂吗？台长也是个大男人，但是台长看见众生苦的时候，台长眼泪往肚子里流。我告诉你，有慈悲心的人就有救，有慈悲心的人他就有佛性。我应该告诉你，小房子啊，念十七章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你自己当心吧啊，你那个泌尿系统会有毛病的，你现在小便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大家不懂啊，自己当心肾脏，腰不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头发会不会在那边跳，那都是什么意思？在哪里跳？当中，两眉当中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事，
你还有笑话吗？但是有时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他们也跳楼。这就是菩萨在提醒你啊！但是我察觉不到，你察觉不到，跳了之后你就这事情又不能不开车了，对吗？你察觉不到，赶紧念消灾吉祥神咒啊！这里一跳，马上观世音菩萨，你保佑我平安，保佑我平安，消灾吉祥。念了呀，马来语也能念的呀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今天的问题，想知道一下九十一年属羊的男人，他的头发是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口不能吃饭的。哎呀，九一年属羊的。嗯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口不能吃饭，年轻的时候糟蹋粮食。我告诉你，不珍惜粮食、不珍惜食物的人，到了晚年就是吃不下。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他小时候家里条件肯定很不错，是不是很不错啊？有点钱的，所以娇生惯养，不好好的珍惜。从图腾上看，他没有什么灵性，就是孽障很多，明白吗？哎，要念什么经？哦，就是这个小孩子，你看他的嘴巴。啊，哎呀，再帮他救一下行不行啊？小弟，你听台长讲啊，你以后跟观世音菩萨讲，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浪费食物了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现在会不会念点经啊？不会。能不能，如果你爸爸教你，能不能在心里面呢、啊、看着就这么读啊？好，你要许愿啊，你说观世音菩萨，我只要这个，你请你慈悲我，让我把这个病治好，我会用我的嘴巴去讲，去让更多的人来学佛修心念经，会不会讲啊？好，好，台长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小他，你看怎么好这么快、啊？小房子念几多遍都出来了，啊，刚刚话都不敢讲。台长啊，告诉你啊，我马上叫你话更多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场叫你见效。你现在台长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感觉这里松一点啊？大家听到他说了啊，没有，台长接下来就开始让他松一点啊。你现在小弟感觉这里有没有点发热？
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。好了，小弟，说一句，希望刘排长以后再来。希望刘排长以后再来。哇！好，小弟，好，谢谢啊。看见了吗？哎呀，太激动了吧！哎呀，我告诉你们啊，真的很感动啊！啊，刚才忘记问他练什么技能。哎呀，你们看到了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吧？小弟啊，你要练大悲咒，好不好？大悲咒九遍。我的妈呀，怎么变成人了？你看现在嘴巴都笑嘻嘻的啊！大悲咒，如果你能每天念21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21遍，哎，21遍，心经念7遍，好吧？啊，然后礼佛念1遍，脑子越来越灵了。礼佛是什么？就是把你过去的念障消掉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你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第一我不浪费任何食物了，第二观世音菩萨，我上辈子的讲话很多的冤结，就是嘴巴不好讲人家，我这辈子这个身体好了之后，我再也不讲人家不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？好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个进步也太快了。好了，小弟，可以了，进你的健康状况，其他的没什么，把这个病先治好，好不好？还有你以后的晚年的健康状况，就是你的小便不好，哎，你经常站在那里很难尿出来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呢？你看看他现在真的嘴巴，你看看，你们在这看见了，开心了吗？就是刚刚发热的时候，就是台长给他加持啊，请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啊，就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太伟大了，哎呦，从心里感激他，像母亲一样的，这个老妈妈生癌症啊，菩萨都会慈悲的，你们只要相信他，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。太感动了，小弟啊，好了，你可以下去了，走了，走得很快，好，一路上都是小房子的，我肯定够到小房子，好，小房子先念21章，然后不要停，念7章7章，要念1年，好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越来越好的，好吧，等到明年啊，5月1号台长在香港开法会啊，我希望看到你，那个时候你可以这个毛病没了。